为着培养新兴种的朋友的第二专长，市府劳工局委托职训中心办理精品咖啡甲烘焙班，今日举行结婚成果展假期的活动，也邀请到市府劳工局局长王新之到场为新兴种的学员来加油。今日举办所得将会捐赠予台南市劳工志愿服务协会，来协助弱势族群重建家园，改善居住环境。为了要培养新兴种的朋友的第二专长，因此市府劳工局委托嘉硕企业职训中心办理精品咖啡甲超人气面包点心烘焙班，今日是举行结婚成果展，展出学员上课程训练以后所做的面包甲点心，有蓝藻核桃糕、葡萄干吐司、冰心菠萝面包、香蒜吐司片等等。学员赵少兴表示，希望未来家己会当拥有一台餐车来做生意。先从累积工作经验开始，然后我想开一家餐车，然后呢，在市集地方。然后开卖，好吃啊，新鲜啊，又很热啊，刚烤出来的，特别好吃。在这处新果店也结合义卖活动，也邀请市务劳工局长王新之到场，为新兴种的学员加油加关怀。局长王新之表示，劳工局极力协助新进朋友就业，希望透过一日训练，学习一技之长，然后善用学习到的技能，找到工作价值，也勉励学员会当顺利就业。尤其烘焙班到最后结晶的时候，很多的成果，他把这些成果也把它转换成爱心的来义卖，义卖所得来捐给做工行善团的机制环境改善的材料位。所以韦哲市长的大水库理论也在这个深藏专班来这样收到成果的部分，我还是代表韦哲市长感谢大家。技术中心执行长郭敏表示，今日面包义卖活动，所得将会捐赠予台南市劳工志愿服务协会，来协助弱势族群重建家园，改善大的环境，为社会带来温暖和共荣的力量。趁着今天一个成果，让学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面对这些消费者，那可以把这些东西很实际的运用在他以后的职场上面，这是我们职训整个训练的目标，然后也推展他们能直接就业，那未来他们到职场有可以面对这些的消费者，他们不会怯场。嘉硕企业职训中心表示，这处课程不但让学员学会了制作精美的点心和面包，搁掌握了亮眼美食的技巧，使因伫未来推销手作烘焙商品，增加竞争力，也会当为家己开创新的职场生活和价值。记者萧建伟、殷空区采访报道。